同学们好，这节课呢我们画柿子啊。现在进入十月份以后，天气慢慢凉了，慢慢的呢在市场上我们能见到好多柿子啊。现在也过两段时间就是吃柿子的好时候，今天我们画个柿子。好，我们先用黄色，先用橘黄色。这个红红的大柿子我们就画好了，现在正是吃柿子的时候。超市里呢或者是农贸市场都会有卖柿子的。柿子呢我觉得是特别甜的一种水果啊，也是冬天吃特别适合冬天吃的一种水果。有的时候呢在更冷的地方呢会把柿子冻成像冰坨一样，然后呢把它再放在水里慢慢化，吃的时候还带冰碴，有点像冰棍一样啊。小朋友们可以尝尝这种吃法。好了，这节课呢就到这里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琼见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